现在的节点不太太太就要白吃白吃吃。应该是的问题，应该是这个难啊，我倒觉得这样难啊。现在的节点不太太太就要白吃白吃吃。这个不叫看证，因为每个都可以表达他的意见。像我们家陈志行，哇，意见领袖，那就拿我爸去管他。做或者是怎样，我们那个最好的优点是，通常我们要坚持到最后都会默默的支持。